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八千万劫难遭遇。五经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哦，大家请放掌吼。那么咱台南县县议员啊，郭瑞然议员，以及着咱迄个阿拉神灯。的董事长，也就是咱台南市市府的首席顾问林立忠菩萨，也佫有咱市家宗亲会吼、哦、市会长，以及着真济真济吼咱的贵宾，哦，那么以及着司仪，以及咱在座1500几的菩萨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今仔个人比昨昏啊，搁较济，搁真济人挤袂入啊。即三站呢，搁无够用。对着所有袂当入啊，真灰心，真随着送去当个遐菩萨呢。啊，如本在即所在42万分个欠呢，后摆即个坐站慢慢行个呢。人太济呢，那么会记昨昏啊，大家听到当真欢喜当中。大家卖完讲一句话啦，等个煞拍就来停起来，迄人够激，拢有即款卖完。可是我要甲注意讲，因为毋是时间过得紧，时间无紧无慢，是因为你听经闻法，听甲一心不乱，无有杂思妄想，所以点半钟如同一刹那，安尼注意有清楚吼。那么在这工商时代，会当是这7:30至9点左右，是每一人黄金的时段，会当大家放开着恁宝贵时间，哇，那只听经闻法，会当是咱佛门一句话讲，为法忘苦啦，求道心、听法的心、追求真理的心呢，拢排行第一，这款的精神真是难能可贵。那么我会记得啦，咱佛门有一句话讲，
无爱三千大千世界进步，唯愿要听一句弥闻的佛法。为安怎三千大千世界贴起来遐尼广阔，诶金银宝物遐尼宝贵，咱太无爱，太要一句呢毋捌听过的佛法。为安怎毋捌听过一句佛法胜过三千大千世界进步宝贵呢？这有伊理由，因为啊，三千大千世界珍宝啊，伊创人，互咱的自身用具，互咱生活带来富足甲方便。可是迄无法度，互咱来了生脱死。佛门称我个就是人天的福报，人天的福报呢，对咱的生死无法度了断，对咱色身来讲是真受用，是正确。那么为安怎爱一句毋捌听过的佛法呢？因为佛法啦，会当了治咱的发心慧命，互咱已经死亡累生累劫的心呢，给复活倒来，会当互咱尊严的本性来明心见性，互咱超凡入圣，开悟证果。因此咱讲一句佛法胜过三千大千世界理由，在这所在呢，哎，注意清楚吼。人讲在正在精彩当中，可是无情的时间啊已经到呢，所以无法度如愿继续搁个演讲落。那么今仔日虽然是无放袂记呢，但我有讲一个问题啦。今仔日就是要来讲鬼啦，讲到鬼口的就冷去。到底世间有鬼无？这嘛注意。这是中外古今每一个圣贤，甲是这个百姓，上至雕爷上下呢，人人拢论这问题。卖谈论宗教变化，每一个宗教伊拢相信这个存在。所以到底是如何存在一个法呢？这后壁呢，伊伫讲伊精彩，讲到最后时，你就来说伊啊，无定着你隔壁迄个危险人多一个。所以讲呢，这个鬼到底有存在无？佛门的答案是一句的尔，是肯定的。死了，这个灵魂有存在无啊？这是每一个中外古今，乃至即马真侪心理学家、哲学家、科学家，伊在证实这个问题。伊虽然证实，还未有一个肯定，但是伊也唔敢否认伊的存在。诸位菩萨，这个灵魂，我要甲诸位讲一句话。现在讲一个初批道啊概念，后面再讲理论。那么到底这个灵魂有存在无？我要甲注意讲，灵魂是一款无形无相的存在。但是咱袂当因为讲灵魂无形无相，你就一概呢甲抹煞伊存在呢？像是讲过去的时代，这个空气啊，空气即卖科学进步，甲研究起来呢？伊有多元素存在这虚空内底，啊！你袂当因为你看这氧气、二氧化碳、哎氮气，你看袂到这个分离存在共款啊！这个灵魂无形无相，无来无去，无生无灭，无垢无净，不生不减。佛门有讲这问题，虽然无形无相，但是伊有存在啊！像讲如本坐担者。坐担者是上帝讲话，那无一个灵性主宰着我的身躯，啥物人在讲话？无有一个神识主宰着我，啥物人伫遮个身躯震动？无有一个灵性伫你身躯上，啥物人有法度听？目睭、耳啊、嘴是一个感官的器具而已，加着这感官的器具呢，灵性在操作。所以常讲一句话，灵魂亲像一个司令台共款，无后伊伫遐主宰。目睭看，目睭是感官而已，一个工具而已。啊，如果讲你若想灵魂无存在，为安怎咱人死了后，为安怎叫起来行路，伊无在调？为安怎伊死去了后叫伊讲话，伊无本能？这一届问题呢，咱一般人是讲。哎呀，讲到遐济，反正看袂到，我一概唔相信。这会乎有智慧人甲同情甲怜悯。所以，这灵魂到底有存在无？有存在。
那么后壁我慢慢会讲这道理落。那么在阿未讲道理以前呢，我要甲注意讲，咱台南过去叫做皇家病院啊，即摆改名叫做基利病院。我也注意讲一下，咱遮有一个地主姓林的，伊相当受过台湾大学即个铁学系。那么本身自己呢是一个知识分子啊，一生的当中呢，伊自以为是知识分子自己啊，因此呢就看到一般学府修道，或者是任何一切宗教呢，拢看无够重，当作是宗教是迷信，崇拜这个偶像而已。因此呢，伊就看到学府或者是人个两样人，一概拢甲当作是迷信来看待。伊是犯了聪明和聪明误意这大头病。那么时间总是无情啊，人总是会老啊。正在伊正经呢65岁的时阵，得有癌症。这个癌症注意唔好误解讲，可能伊无幸福，所以报应哦。你都唔好想呢。这癌症有癌症因果，无幸福有无幸福的因果，唔通讲因为佛祖甲接济呢，那安尼佛祖那就会变数甜甜的啊。佛祖无遐尼垃圾。这癌症有癌症因果。病苦有病苦因果，看不做伊无甲信，伊无关系。有一天的时啊，接到这癌症的时，伊本身呢，身躯就是含坑落去啊，惊到爆啊，身躯计未自在啊，一直消散，一直消散，一直消散，消散甲皮包骨，那么目睭塌塌，那么。伊迄时阵就要求讲呢，伊真希望要皈依啦。古怪，毋是较早拢服侍迄条铁器当个做啊。人讲你信仰啥物宗教？人阮拢信迄三民主义啊。啊，你信啥物宗教？啊，阮是信迄铁器当个做啊。伊拢即类人就对啦。哎，今仔伊得到这个癌症了后，知影自世不救啊。因此呢，咱这个。林的先生啊，伊讲要皈依，讲伊啲唔是唔相信有鬼、有神、有佛菩萨的人，甚至你相信讲死了但都无人啊，你为安怎何必要皈依啊？就是在这状况之下，伊自白，伊家己讲出来，讲伊伫个交病房，时常有看到真多真多的人啦、啊。那么这些人伊拢啊叫名出来，在旁边呢，伊太太甲伊后生查囝，佮咦古怪头的头呀！啊，你叫这人敢是发生车祸死啊？啊，你叫这人敢是咱隔壁啊，向我因老爸硬死啊？叫七八个出来，七八个拢总是用鬼王的人啊，注意。所以呢，在迄情形之下，因太太就甲讲啊，唔对啊。啊，毋是往生去啊？那无啊，伫遐，你看，伫遐，伫遐，伫遐，伊报的，伊咧报就对啦。因太太讲，咦，我看到无啊？啊，既然无，你才讲有，有啊，伫遐，伫遐，你看，你看，哎呀，我伫遐啦，因老爸伫遐。啊，隔壁卖肉粽，伊也点名出来。在迄个时阵呢，因太太呢，伊心肝就慌狂起来，紧张起来。啊，阮头可能看到歹物啊。在对这要死的人来讲，依佛教来讲呢，就是伊业识、业识、事业的业识，就是分别意识的识。伊的业识呢，开始呢脆弱，世间人讲叫做阴间的菩萨啦，这阳光之气的入去啊，因此呢，阴的境界的菩，所以对伊来讲确实就有。对这个阳气较强的人，无咧业识的人，无就是无。所以咱袂当因为讲无看到这鬼魂的存在呢，因此就甲否认咱看袂到另外一层境界。像讲这个姓林的技术呢，本身受过相当高等教育的人，在先是诽谤啦，人拜佛啦，诽谤神道啦，竟然在人民中是比啥物人佫较虔诚的呢？所以呢，我只讲一句话。咱对这宗教无深入的了解，咱点点就好啊。
唔好加遐侪评论，有哪些带来做口业，因都唔好。但是一生当中做遐侪口业，因构成因果要安怎？当然随业来漂流啊。那么迄个时阵呢，伊就开始正行起来。听讲最后要临命终时呢，竟然念佛念到啥物境界呢？讲西方三圣来接引。伊是安怎去的呢？借化去，借呢？佮甲因太太安尼讲，讲阿弥陀佛，受体莲台呢，要接引我去。我的世间的缘已经尽，我要去啊。话是讲完呢，在大众人群念佛的声音中呢，一波一波呢来往生西方净土去。这是伊晚年呐、啊，三个月前呢，伊才接触佛教。一天听讲有念35000几句的阿弥陀佛，竟然在临命中会当交出呢这张庄严神圣的成绩单，这是相当不简单啊！注意啊！伊说有人讲话，啊，师父你讲中阴身唔是上帝49天，那么既然49天，伊过去已经往生去，迄人已经啊投胎转世，太我都搁予临前的看得到啊！这真就是冤亲债主啊！因为佛祖伫地藏经其他经典有讲了，这个鬼神啊，伊会变化，伊变化当中无形中。伊会变成你亲情、朋友、阿公、阿妈、兄弟姊妹来互你看，在你乍看之下，以为就是你亲人，其实你莫去辨别，其拢是鬼道众生。所以为安怎呢？地藏经一再甲咱强调，除了西方三圣接引以外，如果若是以往咱的眷属亲情要带你去，你就毋好去，因为去咧甲地拢。投胎转世为鬼道众生去，这是会当讲是一个佛门当中啊，修无上升，搁堕落危机啊，这样感觉真遗憾的代志。所以望咱注意啊，咱在下苦的过程当中，咱老老实实听佛作话都无唔对啊。人世间人讲，未离破戒远啦。到底灵魂有存在无？我举用一个例。在高雄，一个姓苏的一个女匠技师啦，苏丽芬啦。那么本身自己，伊是学佛足虔诚、足虔诚的一个佛的弟子。那么伊一个后生得了这个癌症啦，做妈妈的当然不在话下，伊心情是足郁卒的，真痛心、真艰苦。所艰苦就是讲，难得家抚养呢，六西六幼，搁会教育，今仔呢就要来死去，做妈妈伊的心情，迄是何等的难过啊！但是难过总归难过啊，事实总是事实啊。在迄个时阵呢，伊迄个囡仔伫病房死去，死去了后啊，这个囡仔有一个兄哥啊，伊一放学回来呢。听讲伊小弟呢，伫病房真危急，因此呢，准移动伊轻快脚步呢，来到这个病房的所在。看伊小弟，卖看不要紧，看一下呢，准骂一声，准哭出来了，哭啊足凄清呢。原来因小弟啊死去啊，你甲看，兄弟是骨肉的亲情啊，足亲的啊。伊看着了后呢，伊准因小弟个目睭揭起嘛，揭起已经死透半点钟啊。因兄哥骨肉亲情，准甲因小弟叫一声足大声，手剑刀顶拍一个，弟弟啊，啪一声呢。结果呢，因小弟个目睭不能揭起，拍一个刀啊，剑叫一声，目睭准啪，目睭准金贵啦。金贵了后呢？哦，这一直哭，一直哭呢。结果呢，因妈妈活过啊，讲唔好哭啊，唔好哭啊，赶紧的甲弟弟悼念阿弥陀佛，悼念阿弥陀佛。安怎念都无在掉，目睭搁揢倒转来。啊，然后安怎甲开始，目睭也揢袂倒转来。然后用手搁甲过哦，甲过呢，甲过了后，目睭搁弹上去，
弹上去就对了。所以因妈妈呢，想到无法度讲，呾这些有在条筋，无在条筋呢，敢有问题？然后又去听佛法，原来呢，咱若较亲的人，甲讲无定着呢，伊听会落啊。原来伊这个囡仔甲伊阿讲的缘介深，透过关系，伊最快呢，甲伊阿讲叫过啊。伊阿讲就甲讲，讲啊，戆孙啊，戆孙，你平常时常听阿公的话，阿公今啊讲叫做爷爷啦，知影吼、哦，爷爷。啊，然后来讲，你常听阿公的话，啊，你呢，啊，都要好好啊，啊，听阿公的话，念阿弥陀佛。阿弥陀是圣人，大慈大悲。只要你肯念阿弥陀佛的圣号，阿弥陀佛未失言，未打妄语，决定会带你往生。你要相信佛祖甲你讲的话。然后呢，因佫念佛念念念到五分钟，佫开始三分钟。然后因阿公转手呢，轻轻松松，不用吹灰之力呢，目睭佮闭一下尔，哎，就起落啊。这样轻松的代志，所以若甲咱较有缘的人，你也讲听会落；啊，若无缘的人讲，我甲目睭金金啊，成眼睛糊的呢。有缘甲无缘差足济。虽然诸位菩萨，咱在修道过程当中啊，我昨有讲一句话，诸位毋知捌听过无？拄啊，人面中的人，咱千万毋好伫个旁边的讲一寡伤心话，讲一寡看家话。尤其呢，你讲伤心话啊，会使到这个人命中人，伊若听到呢，伊会跨界执着，啊执着心会生颠倒，因此有堕落危机啊。所以只要伊身份还袂脱体以前，拢总阁有听到。这也就是为安怎咱佛门的弟子讲，人若人命中了八点钟至十二点钟呢，唔忙起来，甲杀伊身躯。吼、哦，爱甲摸伊身躯，爱甲哭，爱是讲话互伊听，原因在这所在。因为伊只要身份还袂脱体以前，伊虽然身躯袂振动，嘴袂讲话，目睭袂转轮，可是呢，伊依然零零角角阁有听着，安尼就有清楚吼、哦。那么，甲他讲的是针对着修行。阿未开悟正果，有缘呢，心不能主宰，和外境所牵引的人，总讲一句，阿未开悟正果人呢，伊心地无功夫啦，未自在啦，所以未牵你人讲一寡伤心话，吼、哦，讲一寡呢，互人解痛苦的代志，伊听你较济，伊未自在对了啊。可是对于一寡开悟正果的圣者来讲，哪怕是你甲讲伤心话、甲诽谤呢，伊犹原心地如如不动啊。所以有功夫甲无功夫呢，都一个面隔离。诸位菩萨，那么修行时间来开悟正果呢，伊身魂有够叫做佛性啊。伊这个灵魂要脱体呢，一刹那之间尔。像我讲的，唔免经过零点零一秒，啪啪一声。伊心灵就脱脱去啊，所以呢，这功夫拢要靠平常时修持来呢。你若平常时有修持呢，你临命终时不但袂颠倒，同时个往生自在，马上就一团呢。来，我讲话，咱也有一个根据，唔茫凊彩讲讲的。宋朝有一个法师叫做道融大师啦。这个道融大师，伊是法号啊。那么，伊个另外有一个外号，叫做啥？一二三禅师。一二三，国语言讲咩啊 ？One two three， 这两三禅师啦，一二三禅师啦。咱讲个这一二三禅师，这专有名词要解释一下。原来为安怎无叫道融大师，叫一二三禅师呢？这有一个典故。原来呢，这个道融大师啊，伊是修到用开悟正果的圣者，所以临命终的时呢，伊是相当的自在啊。所以伊就雷震广告啦，
叫所有的内底自从两百几个出家人呢，团团违规啊！甲伊地主安尼讲，讲师今仔日也已经七十外岁啊，含这世间的缘也渐渐要尽啊。恁对这个佛法若是无了解人，恁就唔好客气，尽管利用即马几分钟去问问咧。莫那师往生去了入涅槃呢，你师兄不但无得见面，佮问佛法啦，更加难上加难啊！啊，有人就讲，啊，师你身体遐尼健康，容光焕发啊，这无生亲像要往生的人啊，爱输渐渐。下骹人是热热昏昏啊，哎，迄个时阵讲，诸位，时间已经到，我想要入涅槃，涅槃就是要入灭，要往生啊啦。那么下骹的地主讲，阿叔，你是讲真诶讲假呀？讲师父斗阵堪恁呢，将近五十几年，我从来毋捌讲过白贼啊，我已经自在解脱的圣者，你要相信，不但要让你相信，你甲我一两三，我就马上往生去。那么这个时阵啊，因徒弟讲，敢唔遐凶的啊？一二三就要去，讲是啊。因徒弟话过来讲，师啊，既然是安尼，你准备好未啊？讲，我早就准备好啊，三十年前就准备好啊。意思是讲，伊三十年前就开悟证果，话要去就当去，话要来就当来，已经涅槃啊啦！涅槃唔是讲死了才涅槃，涅槃是在生就涅槃啊！解脱在生就解脱，在生若无解脱，死了也无解脱啊！所以三十年前就解脱啦，我就生死会当自在啊！我早就准备好啊！那么这个时阵啊，因徒弟佫讲，师，你是有信心无呢？为什么讲较大声呢？无中华日报当时就伫遮，免得看报纸了。宋朝咱澄清一下，宋朝是无中华日报啦。那我迄时讲，你有信心无啊？师讲有啊，我有信心啊。哎，因师呢，伊阵歪头甲看者讲，我若无信心，我就袂叫你发一二三啊。吼，迄人世间来讲真硬道理啦。甲讲讲，我若无信心，我就袂叫你发一二三四啊！哎，真正呢，因徒弟讲，师你准备好啊吼，真好啊！因徒弟开始发哦，讲一、两、三袂发时，因师就讲五起，当下转入一团，这声是讲五起，伊就永远去啊！诸位啊！道勇大师伊个外号叫做一二三，就是安尼啦，安尼就知影无啊？所以讲诸位啊，这是真正所谓的修行的功夫。恁可能毋捌听过一二三哦，这禅师啊，哎，高僧传就记载，这毋是个广告啊，这有真正功夫啊。无你来个坐站台顶，你发一二三看起未？我讲话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一直到一百多，还阁坐在遐，就我才袂记啊，我才袂记啊。这真正爱有这个功夫啊，注意啊。这若无功夫哦，你敢坐在遐就春云，半饼一身骨干啊。这爱有功夫。那么，这就是甲注意讲，咱修道人若修得到呢，这款生死会当自在时，咱称呼叫做已经进入涅槃。涅槃在生就涅槃，涅槃是佛教专有名词，翻译即卖话叫做啥？不生不灭，自性呢已经断断生死啊，叫做无量寿的境界啊。就这称号叫做贪嗔痴，永远都是灭啊。三毒净化掉，因我后壁去讲一个公案，在咱台北设置有一个诸旁菩萨呢。咱若有去台北，有机会去甲看一下。诸旁寺设置啊，有一个肉身的菩萨，个慈航菩萨，伊是外省的，伫大陆啊，
头一个过台湾的法师，头一个肉身不坏，就是慈航菩萨，肉身不坏，有去北部去甲拜者，哦，结只善缘真好。那么这诸佛菩萨呢，伊本身啊，拢劝人啊，求生净土啦，求生净土。那么有一次呢，伊徒弟啊，就甲伊问啦，讲师父啊，你也看到人拢叫人在往生西方净土，叫人较紧去呢？阿叔啊，你家己才唔爱去啊！吼，这个囡仔真别错个，你也做我地主个爸爸咧，讲也着叫叔喊去啦。讲阿叔，你都看别人较紧往生，啊，你家己才唔爱往生呢？嗯，哎，阿叔讲，好，你要叫往生哦，好，我着往生去。这话讲完的时候，伊就马上接哩。不过伊这毋知算一二三无，我毋知影。听迄个 BQ 年迄师傅哦，亲人甲我讲呀，无到半点钟就去啊。迄面色本来是粉红色，准净白净青，净白净青，绿色个，翻白，佮回光返照返红，啊，就坐坏伊啊。前后毋免到半点钟，真正坐坏伊啊。那么在迄个时阵啊，伊这徒弟啊。嗯，师平常时会开玩笑，敢会牵我去耍呢？因此呢，搭我伊身躯边啊呢，望伊鼻啊呢，果然无错，已经呢入涅槃啊。这个时阵，伊徒弟啊是真惶恐、真紧张，讲阿达死啊！我在闹了这么大一个灾祸，真正甲师父死啊！我伊心肝足紧张，讲要对天下间台湾呢1500几万的人口，要怎交代？这是一地步啊！人讲请我自谢都来不及啊，佮请高僧较紧死死。伊愈想就愈后悔，愈感觉讲因唔对。这哪样知影？这啥讲不出呢吼？阿当我害啊！我，咱有经无讲讲，请佛是住世啊，请我自谢。哎，佛祖要离开世间哦，啊，咱众弟子讲，啊，佛祖啊，莫离开世间，佫结我几年呢？哎，请佛祖是啊，啊，伊唔是啊，伊真夭寿骨啊，伊讲啊，请师你叫人往生，唔你家己做阿妈往生，啊，师傅到底啊急着了，唔好再来去过，啊，真正是坐话去啦，真正坐话去了哦，请这问咱诸位大德是功德还是罪过啊？真正呢？准点点准去啊！伊就当边一直哭到两点钟。那么伊就讲师傅啊，我是甲你滚笑的，你真正完成了啊！哎，真正去啊！第一甲高声讲师傅，你都倒转啊！唔要对咱台湾报道有够大，无都交代哦。这些代志严重啊！师傅，甲你回身体，甲你磕头呢，挨两点钟。然后因师傅呢？毕竟是大慈大悲啊，生死会当自在啊，发去就去，发转来伊就搁倒转来，一转来了，伊趴伫涂骹呢，尿尿酸呢，哭甲，然后手呢，准伫个伊肚底啊，头壳遐蒙蒙的，因肚底啊惊一条，看鬼嘞！啊，原来就是因师父啦，伊讲啊，你毋是要叫我倒来，我就倒来去。诸位啊，这虽然看起来啊，这滚笑，但是蕴藏偌济学识，偌济学问呢？这着衬托一句话讲：发生就当生，发死就当死，生死会当自在，这才是真正功夫，真正自在。安尼，诸位明白无？凡夫众生个咱，要生伊偏偏死，要死偏偏死袂去啊！啊，生是足痛苦，要活是活咧个地啊，未自在，这就是叫做生死未自在啦。那么因开悟证，各位证人呢，能自世，能自在，要离开世间会当自在。成功伫这个42章呢，佛祖有讲阿罗汉呐，伊能自劫啊，自世空劫寿命，意思就讲阿罗汉呢。因开悟证果，要伫世间活呢，100年、1000年、1劫、2劫、100劫，拢总无问题。像讲呢，英国一个考古学家呢，过去在这尼泊尔伫个啊，这喜马拉雅山的边缘，即摆尼泊尔的伊边缘遐吼，有看到一个人，讲差不多等二悬呐，
伊行路速度足紧诶，追追未着。这个判断个有可能是加速准则啦，因为加速准则呢是继承听释迦牟尼佛的话，讲将这个释迦牟尼的衣钵呢要传哦，这弥勒菩萨伊任务在这个所在，所以佛祖讲你袂当直接传。对阿罗汉来讲，伊做会到啊，伊生命旷劫寿命啊，老老长啊，还未死呢，会寿三千几岁。但是在这么人眼讲来看，讲哎呦，这敢讲真高？哎，因能接受这孔明的思想、儒家思想足久啊，你无去探讨其他的宗教的内容，真济超乎着人道思想的范围会当思考的。所以呢，迦叶尊者啊，搁是供养第一的宾陀罗，哎，什么一个？这受供第一的尊者有两个啦，会受三千几岁啊。因为释迦牟尼佛离咱即嘛三千几年啊，三千零三十几年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咱今仔日我要甲注意讲的，就是讲，咱啊好好啊用功修道，咱要临命终时有一个足好善终，功夫若搁较好，开悟正果呢，安尼生死会当自在啊。哎，甲咱讲的可能注意较清楚，即嘛搁讲一个，互注意呢较熟悉。咱人啊死了，想要执着呢，哎，你必定会坠落啊！咱大家真熟悉，就是关云长，也就是关公啦、啊。伊三国时代，这个蜀汉的时代人啦、啊。哦，因为关公本身就是伫战乱当中呢，伊人头红剁断啊，头甲含身躯全分只啊。因为关公本身是一个足忠义人，拢义气参天呐、啊。因此呢，本身啊死了足执着的，所以呢，伊就常安尼讲：还我头来，还我头来，讲嫌我的头呢呐，因破长头都无头啊哩，足执着的。经过几耐调治了，伊犹原呢，不下着伊这头角，犹原讲要脱掉头。那么，伊倒一处四界呢去分游啊，都地价大师呢，隋朝智者大师呢，都伫树下去坐禅呐。那么地价大师就听讲，还我头来，还我头来，因为地价大师是一个相当开悟圣境，伊知影，这就是关公、关云长。那么伊这新闻一直飘飘飘飘到关公，飘到地价大师头前。伊就讲，讲还我头来，还我头来，望呢啊！这个大师为我安头啦。这个时阵呢，这个地价大师啊，伊就甲破伊思想，不论是道教也好，儒家也好，因还未达到明心见性阶段，所以讲出来话无法通开悟啊。地价大师两句就甲破掉伊啊，伊讲。四大会友啊，五蕴皆空，哪里有石头啊？好，关公不愧是关公啊！一切读足济啊，那是眉角无法度，眉角未开尔，窍门不能开而已啊！只有这地界大师啊讲，四大会友，五蕴皆空，哪里有石头呢？直接从伊察伊本性里边啊，破相显性，进入伊清净如来本性。所以关公在这刹那之间呢，从开明伊本性入来，伊阵呢恢复伊本来原状，头壳骨生起来，破开去。所以凡夫呐执着一切相，拢总是生死的边缘呐。所以修道来当破相，显出本性为者呢，这就是咱所讲的禅宗明心见性的阶段呢。在迄个时阵，关公为了报答这个地价大师的恩惠呢，伊讲：“大师，大师，请你为我来皈依啦。”那么地价大师才为这个关云长来个三皈依，这是《高僧传》有记载，这咱袂当有袂讲哦，这《高僧传》有记载。啊，然后呢，伊就讲话：“大师，大师，我，你有需要我效劳的所在无？”
有时我效率的所在无？然后智者大师拄只伫咧山西省天台山国清寺呢，伫遐要起寺啦。伊讲有，我后壁山一个山轮啊吼，我骹手无够，你甲我摆平他。讲在迄个时间，关公提起大刀，毋知哪舞个呢？下山倒海，变变叫单位死呐。第二天起来看呢，迄山轮全无去啊。吼，这关公个拖啊，足个呢，毋知甲遐山下落去呢啦。煞平平平，所以你啊去中国大陆有一个天台山国清寺，迄个平原啊，就是伊舞个啦。《高僧传》有记载，所以这不管是款啊，这个啊传奇，也就款公案也好，事实也好，伊《高僧传》有记载这个代志，真不可思议。然后呢，伊阁甲智者大师讲，也阁有需要我效劳的无？伊讲效劳即嘛是无。伊讲安尼好啦，咱这个佛寺内底，正在左手边啊，已经有一个。韦陀菩萨伫遐威震，伫遐护持溪南，拥护佛寺。那佛寺有妖魔鬼怪来骚扰，伫遐干扰破坏，伊拢会拥护三宝。已经伊徛一位伫遮。那么这个正手面遮呢，欠一位，这位你来徛过。在遐个时阵呐、啊，这个关云长呢，在承担这圣玉，在接受这智者大师位呢，徛伫这个正手面遐。所以每当来入去佛寺时啊，你一入来，你的这左手边有一个红面的、有喙须的、派大刀的，迄就是关云长。伫这个隋朝时，跪地者大师，安尼最有清楚吼。那么咱人啊，死亡了后呢？并不是代表一切完全拢毁灭去啊，伊只是呢换了一种无形的这个能量呢存在世间。那么随着伊有缘分呢投胎转世去，所以呢有这六道轮回存在啊。注意听好，一般人感觉讲咱人死去了，尘归尘，土归土啦。以为讲身躯死去，不论是火化还是土葬，感觉拢总无去啊！这是真危机一款错误思想，这叫做唯物论啊，唯物论。当然，唯心论嘛唔对啊！所以世间有两大极端错误的思想，就是唯心论甲唯物论。佛教是讲色心缘起论，精神物质的和合中道去行。构成一个身躯的生命体呢，爱有精神跟物质的和合。所以世间上，咱共产的思想啦，吼，爱一寡社会上的唯物论啦，伊唔相信咱人死了，也佫有精神上的存在。以为讲咱人死了，人都无啊，这是真可怕、错误、极端、独大思想。所以难怪呢，这款的行者呢，往往以银行家抢。甲共找查某，甲乌白来作业，因为伊认为讲死了，亲像鬼屋共款，孤木石头啊共款，啥物都无啊。上者抢袂过啊，我个抢袂过啊，砰一声，无啊嘛。即款是真可怕的思想，我嘛要甲谁讲？袂因为伊安尼主张，袂因为伊安尼提倡，以为讲人死去了，啥都无啊呢？因此就真正讲无去啊。你唔通误会，咱人死了，伊灵性佫存在。你所看到是伊物质界，也就是地水火风五蕴这身躯肉体物质界存在。咱看是这方面尔，也佫蕴藏伫咱肉体内，这个无形无相，这灵性伊犹原存在。安尼对有清楚吼？所以呢，这投胎转世，我时常提佛经迄个方法来批论互诸位听。比如讲，今仔日是为对来，为怎来啊？人过一暝，困一暝，天光白起了，这个睡眠困一暝，这延续你搁活落来，这条件，明暗搁困，明仔醒起了，哎，明仔载，伊搁存在，啊，你袂当讲，哎，
明仔载的存在就否认今仔存在，甲昨的存在啊！你袂当用看袂到，就甲否认伊存在，这是真可怕的啊！所以佛祖做一个批论，真水开就对啦。伊讲，亲像一支茶，规手长的，这支茶你甲点哦倒，这茶哩倒哩倒倒倒倒一支了，哇，这要无伊啊！赶紧的，第二支茶佫接落去。火阁引倒转来，第二支茶开始去倒啊，阁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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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倒到接不了啊。第三支茶阁接落去，伊阁倒倒转来。第四支茶阁接落，阁接落去。第五支、第六支、第七支，一直到第八支、第十支，甚至到第一百支。我要来注意问这问题，请借问第一支火、迄把火含第一百支的火，迄个火有共款无存？请借问咱在座要将近两千几个菩萨，请借问第一把火，迄个火含第一百支迄个火，迄把火有共款无？有人讲有，啊，阁有大家有意见无？有人讲无，啊，有人讲有含无连做伙拢总来，讲哦，你真聪明个哦，安尼三项拢唔对，注意买食。是永远袂五只当阿五啊！第一拍火，含第一百拍，迄点的火有共款无？这内底足侪文章呢。第一，我袂注意讲的，火性不变。但是呢，每一拍火，第一支、第二支、第三支，每一拍火，伊这值无共款。虽然无共款，伊构成火甲延续过去。这个延续的过程就是一不可思议。我嘛会当甲随讲，第一拍火含最后一拍火绝对无共款。啊，你若讲伊无共款嘛唔对，因为第一拍火是构成延续到第一百拍去。讲对唔对，是唔是拢唔对。啊，你嘛袂当讲对唔对，甲最后起来讲，这更加愈离谱。这叫做啥呢？双面话啦。那么到底是要怎讲呢？这是譬如的话啊，火性不变，就是讲咱人投胎转世，这四代人跟顶世人有共款无？在伊身躯肉体完全无共款，但是无共款，你袂当甲否定讲今生你的存在跟过去生中无共款啊？你拥有贪心、嫉妒、烦恼。痛苦、无明、恶习、怨妒，这个心呢，种种的毛病，这个心呢，含过去生中呢，都已经有啊，佮延续落啊。哎，你这些人的背景、环境、教育，种种呢，完全变化，佮另外一个世界。虽然无同款的世界，可是呢，你这灵性不变。咱投胎转世意思也是同款，就像查第一支伊传到第二支、第三支、甲第一百支，意思完全同款。你这份性，性是不变，但是你这世的人诶，富贵贫贱，含你过去生中所造作的一点一滴因果呢，有密切的关系，同时不可分离的关系。诸位菩萨，咱这世人的福业。这是一人的善者，贫穷、富贵、生得高、低、矮、乌白，这种跟过去生中的因缘有关系的。这是佛教所讲的叫做因果关系。那么我要随讲，你这身躯肉体当然跟过去生中一切元素、条件、关系拢无共款。虽然身躯无共款，你的身份无啥物两样。所以呢，咱开悟祖师呢讲一句话，很听真贴身、真亲切。伊安尼讲，伊讲在佛用是佛性啊，在众生用叫做众生性，在这个阿修罗用叫做阿修罗性，在咱人来用变人性，在鬼来用叫鬼性啊，在畜生来用叫畜生性。性无两项，
但是伊所做出来业因无共款，感觉的身躯肉体各部都无共款，安尼最有清楚吼。性无啥物两样，所以伫这个《华严经》佛祖讲了一句话：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。佛含众生，含一切所有的生灵呢，性无啥物两样，所以两样的有差别的。只是讲伊所做的善恶的业因有不同，所以不同感觉伊各部肉体都有差别啊。有人生真庄严，啊庄严伊性过去所发挥的正因，感觉庄严上啊。啊有人的面呢，是咧坎坎徛徛，该浮起来伊个搭落，该搭落伊个浮起来，做无成样的。这含伊过去生中所做业因有关系啊。世间人讲一句话，听真爽快。伊讲啊，咱人相是随心所转啊，心灵转相，心跟相有直接的关系。所以有人在你该消极的时、该消沉的时、该痛苦的时、该郁闷的时，为安在伊面所展现出来，这脸庞呢，互看咧家己真无看，真阿修罗呢。啊，为安怎伊个笑容欢喜、心甘情愿，伫个称心如意时，为安怎伊面貌遐尔慈祥，遐尔好看？所以心含咱相是一体。为安怎？为安怎佛祖伊面有三十二相、八十随缘好？这就是佛祖伊心地彻底已经慈悲智慧圆满，所以展现出来伊外在相貌呢，心含外在是一体。有人啊，菩萨的面跟佛祖的面呢，伊佫差一开啊呢。啊，菩萨跟阿罗汉的面呢，又佫差一开啊。所以看菩萨的面跟阿罗汉呢，伊两个面差多济。菩萨面较圆满，较庄严。那阿罗汉的面呢，就坎坎徛徛。因为阿罗汉比较讲起来，伊较着这智慧性呢，无受这个福德，无受这慈悲性。所以相貌慈悲相就走不出来。较早讲到这呢，有一个弟子讲：“师啊，人阮修行五当，我较少修这慈悲相，这面拢修不出来呢。我修五当啊，慈悲相走不出来。我解简单，迄三大阿僧祇劫，三大阿僧祇劫慢慢无下了，这无遐尼简单呢。所以讲，我都逐工啊，这个解慈悲呢，啊慈悲唔从得来呢。”这慈悲就要真正付出行动，哦，采出行动来做，安尼唔在我多，来我一点。所以讲，光说不练也是不行的。佛法是来我一点的，哦。所以讲呢，啊，咱譬如一个来讲啊，哦，咱哦，台南县议员吼，郭议员呐，啊，咱也是刚等过去起事时啊，等困难的时，本身呢，只要一通电话，甲伊讲一下。伊义不容辞啊！即时呢，甲咱帮忙送公文，帮忙甲咱走动一个法令的代志，拢总袂安尼讲啊。表面一款人，后壁一款人，伊袂安尼。爱里外一致，咱做人才会成功。譬如讲，咱头前啦，阴暗动员十几个咱即个义工菩萨呢，到交通指挥，因为过去啊，要讲一个经，爱办一个法会呢。发生车祸一站过一站，我目睭亲人看哦，发生车祸十五站以上，有诶受重伤，有断脚腿，送去病院。所以呢，我就叫咱迄个高远菩萨哦，慈悲啊，甲咱斗申请。那么伊未呢拖刷，伊即时呢讲做就做。虽然头前呢已经三枝条啊拆起来，但不久诶未来念伫度看红青灯走出来。所以真感谢高远诶慈悲。甲咱完成这件工程呢，这虽然唔是大工课，但是政府代志有阵时候拢做个拖来拖去拖去，但是透过呢伊的关系哦，甲这件好代志甲完成呢，会当造福人群呐。所以咱在这四周围才有两条巷啊，惊发生事故。那红车灯啊安的好啊，对着呢咱工程的出入呢。比较咱人的性命有所保障啊！电话演讲时，就连一个书架弄一个啊，弄一个很死心的，
独行的事啊。所以讲呢，足侪代志啊，拢有需要来安。那么咱这個高远很慈悲，哦，即时呢，哦，知影咱的功效，伊就呢无惜着伊的功书忙呢，就完成这件功德的代志。所以我意思是讲，这个功德，拢完全唔是嘴讲，爱采取行动来做。譬如讲，菩萨爱行六道波罗蜜的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这六道唔是干嘴讲讲尔，布施咱爱去做，无做永远唔是讲尔，迄叫做唯心论。好、哦，啊你若讲爱忍辱，啊忍辱呢，干嘴讲尔，拄到境界，哇，吐不掉，吐不掉。安尼嘛是无禁欲，讲爱持戒你也无持，安尼嘛是无做嘛袂使。所以讲这佛法的物件是世间人讲叫心口啊一致啦，内外一致，事理兼顾。安尼才是呢佛门所讲的道理啦，安最清楚吼。也阁有人会问一个问题啦，伊讲。见佛祖要怎见得到？菩萨要怎见得到？鬼要怎看得到？神要怎看得到？这是每一人所关心的代志，这是每一人想要了解深入的代志。我在这所在，我就甲注意，互恁看得到，注意听好。这个鬼啊，到底有存在无？鬼啊，到底是如何一番呢？注意听好，佛门叫做十法界，这个空间内底有十款的圣灵，当中有四款的圣人，有六种的凡夫界，叫做四圣六凡。那么这六凡内底都是鬼道众生，这个鬼道众生顾名思义。伊有伊世界，像就讲咱人，人有人的世界，鬼有鬼的世界，畜生有畜生的世界，菩萨有菩萨的世界，佛有佛的世界，阿罗汉有阿罗汉的世界，甚至阿修罗有阿修罗的世界。那么要如何来看到这佛菩萨的道呢？这讲条件，爱讲条件，讲因缘啊，讲关系啊。啊！对我讲的条件甲关系，唔是讲用钱去巴结呢，用特权呢，唔是这意思。这条件关系就是所谓的因缘的执着。就是讲你看佛，那有安怎有人看得到，咱看袂到？伊嘛无领特权呐，伊嘛无甲特殊的下面呐，为安怎伊看得到？这就是所讲的条件甲关系。爱有执着，那为安怎有人看鬼看会到，咱看袂到？注意，我要注意讲，看鬼会到，这未必然就是好现象。我用最简单的，卖用佛教名词来解释。譬如讲，咱做人，做人有十善德，标准一个人格，标准咱人业识，做人的条件有十分之十来讲，这给你恭喜。真正做人看鬼未着，我讲甲你恭喜，甲你恭喜。你做人阁看鬼会着，有两块情形，等下后壁再解释。你着较欠叫鬼家己。这看鬼会着，毋是好现象，你毋通当卖去怀疑。那么到底是安怎看鬼会着？伊佛经甲你讲，叫做业识，业识无容易解释。简单讲。从做人来讲，有十成。既然做人十成，为安怎阁看鬼会到啊？就是有可能你十成内底有两成、三成，你的心内有鬼的业识，也就是讲你的心内有鬼的世界，占了十分之三成。人甲面甲看，有目睭、有鼻、有嘴，人是看好好哦，可是看阴看会到。这个十分之三、十分之四，个人的身份有高有低，有会看较清，有会看较雾，有会看一团的乌影，有会看零零角角七孔流血，
有的看咧无家无酒，有的肉食食白溜溜。这就是每一人业识的深浅关系不同，所感召看的境界就有所差别。总讲一句，看鬼会着，就是你本身不是健全人，你有十分之一、二、三的这个鬼的业识，因此看会着。这有搞叫做业力呢。搁第二款的经营，就是你有心力。就是透过修行的管道，然后你清净的意识已经展现，所以呢，你有迄神通力，自然看到这阴的看得到。还佫一款第三款，叫做余习。余习就是讲有春来湿气，有可能你过去生中也是鬼来投胎做人的，所以完全你毋是一个正常人的身份，有佫有鬼神当中有鬼的业识，所以呢，你看鬼会到。安尼注意有清楚无？那么有人讲，哎，我有阴阳眼呢。阴阳眼是世间人讲，伊唔知伊本来面目，唔知真相，所以呢，用一个名词叫做阴阳眼，其实唔是叫做阴阳眼。有人讲，少年看会到，大汉就看袂到。有的是食老则看会到。少年看袂到，有时间性。总讲一句，这个、看会到，跟看袂到，跟伊业识有熟悉的关系，同一时间是等于的关系。所以这鬼啊，注意，你若看会到，还佫一块经营，就是讲，像咱头前讲迄个公案同款，伊已经接近着咧死亡的过程当中，伊在生甲过去生中所做恶业已经去浮啊。所以看得到，你唔好骄傲，你唔好欢喜，你唔好介侥幸，侥幸叫侥幸啊！你就唔好抱迄款心态，因为你已经渐渐鬼业识去浮起来。这命中对地狱道理，还是这个恶鬼道理，唔是好现象。总讲一句，正常一个人的世界，人的业识是不应该看鬼得到。所以外口有咧讲，叫通灵啊。你就唔好学袂去问，学袂去望，学袂去算，算到尾会出问题。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，你听书话就无唔对。修行来当针对呢，修到什么境界？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呢？安尼绝对修行袂去走去阴魔，走到呢，算到尾啊，算取消。龙华堂准管啊，顶一顶啊！我有发觉真侪人修行拢执着去修行。修到尾，准会走去阴魔，就取消。为安怎会取消？只想修行，执着一切相，因此准会取消。所以我上诸位有四句话，不妨你记好哈。用执相心着魔，离相心自在，一切平等观呐，无处亦无下。哦，这四句话，好，绝对赞。好，咱咧信中咧个写出分抄个，执相心着魔。咱所以着魔，就是讲执着一切境界，好你也个贪个着，歹你也贪个着，这起消较紧啊。执相心会着魔，啊离相心自在。你若问讲啥物叫做佛呢？佛就是未贪着一切境界，所以心地如如不动，叫做佛啊。理想心自在，一切平等观。为安怎讲一切平等观？一切拢同款，缘生缘灭，缘生缘灭。譬如讲，咱这个讲经法会三讲啦，个人一两千人来听经闻法，咱也唔欢喜，以免斗阵。等到三讲了后，各分东西，家己去做属龙工商去啊，以免受灭。所以讲，以免生，以免灭。你要用这智慧观察一切法的本来面目，本来的缘起性空，缘起性空一切诸法，伊本来是不可得的。你要贪恋这个法会可爱可贵呢，安尼你就得病。因为安怎讲？因为一切法本来空性的嘛，暂时存在嘛，也随着暂时存在，时间总是过，
伊这法度会阁消失去。凡所一切法、一切代志、人事物，用即款的态度去认识，安尼叫做啥？一切平等观，无处亦无下。你都唔好呢，甲贪着伊，阿无无介意就甲排斥。你甲排斥就是讨厌嘛，你有对立嘛？啊，你会甲处嘛就对立啊，有处有下。所以我常讲一句讲。初下心，必死的心，心会穷人，那种人很痛苦。为安怎也真痛苦？因为伊始终互境界来，伊就对伊来，去对伊去，心底下七上八下，互境界转甲曲曲转呐，安尼叫做可怜呐、啊。注意，你讲干毋是咧？所以讲，这修道啊，我教注意两句话上简单的做好修，佛来佛斩。魔来魔障，即款的人最后会明心见性，会贪着一切所有世间的一切境界，安尼即人会入道。啥物话叫做佛来佛障？即、这个障毋是讲真正摕一支刀，歹人脚只片，我只自然佛祖来就甲劈掉。哎，我惊是佫太佛祖。即、这个障的意思就是讲不要理他，莫插伊就无代志啊，愈插愈有义啊。佛祖来也莫欢喜啊！佛祖为了奉公呢，啊，奉公是佛祖代志，跟咩关系？咱佛祖是开悟正果的圣者，咱搁只无无修的，咱搁凡夫众生呢。佛祖是佛祖嘞，你是你嘞，所以就不要理他，叫做佛来佛障。什么叫魔来魔障呢？魔来魔障就讲魔来卖插伊，那魔变现足恐怖，哇，青面獠牙啦，啊，七孔流血啦。给你恐怖，给你惊吓，你也卖插伊。这因为万法唯心所生啊，境非外来，唯心所现啊。所以你心内所看的佛，也是自性所现；心内所看的魔，也自性所现的魔。你就卖插伊，安尼叫做无代啊啦，安尼注意有清楚吼。为安怎我无主张讲？咱咧念佛，何要见佛、见菩萨、见佛放光明、见佛手摕莲花呢？我拢无鼓励人个呢。安尼，你未成修行，心内就污点开始出发啦。你心一片空白，哦，善恶莫染，莫贪求感应。安尼，即款修道最后有法度摒除内心的贪着的心，安尼你菩提清净的自性再现呢？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伊老人家唔知讲出许四句名言，伊讲菩提本无树啊，明镜亦非台啊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啊？就是这意思。咱这个菩提本性是清清净净、光光明明、灵灵格格，一尘不染，一法不立啊。像咧行呢？气甲清气淡淡，照天照地啊！啊，咱心肝有贪心，哦，污染一点，哦，嫉妒心搁一点，功高的心搁一点，吼、哦，啊，共啊挑拨离间的心搁一点，迄规个镜面拢乌苏苏，如何照天照地啊？啊，咱修道就是将这个心内所有不清净的杂草呢，一概抠清去，甲消炎，甲净化，最后显出咱光明的法王的本性。安尼就听有无啊？所以讲，一个真正会修行人，伊并无祈求要求感应，伊也无希望佛祖家己望头壳遐，也无希望讲佛祖放光，也无希望讲诶天天跟佛菩萨斗阵，因为伊较清楚，伊知影，知影讲放光也好，佛祖家己望头壳遐也好，即跟伊生死都了无通用，毫无相干的。安尼最有清楚吼，无你若唔相信者，佛祖逐工甲你放光啊，逐工甲佛祖斗阵啊，哪怕是经过三代无量阿僧之劫呢，佛祖依然是佛祖，你是永远是你，因为佛是为家己自作自修，家己修行，家己得的，佛祖无法度代替你修行。也因为是佛法是建立伫迄个自作自修、自成功夫及独修，安尼修道才会偏离佛法的本质，
安尼就有明白吼。所以讲，咱看鬼会着，看你是有开悟证据无？你若开悟证据，就不应该伫遐闹情绪，伫遐去拍某拍囝，啊，毋是去拍一点什么？你袂伫遐逐工伫遐呢情绪化，人世间人讲情绪多云呐、啊，我阵雨，会知好好，下晡因某手就断一支啊，下晡好好，因翁个头壳遐下晡就累啊。伊两个咧相拍，我一边吼，听阮隔壁，我睏到半暝时吼，阮隔壁吼，人阿公阿婆啊，因太太哀哀叫，毋知哀对调低，毋知哀什么意思诶。结果呢，天光刚爬起来，因太太才摸两个镭啊，一边正镭，啊一边到偏后角遮，真歪歪。我讲啊是安怎太安尼？这個、人就冤家相拍，毋老实咧讲，阿张梅去便所无注意口条啊。我是安怎靠靠前后个呢？你靠头前，头前都严重，靠后壁伊。伊讲，哎呀，输可能骗伊无效啦。老实讲，张美两阿母相拍，我拍输了。但是我大个换死伊啊，罔拍哩。啊，到尾拍的时啊，我都用面罩皮来翕啦。用面罩皮来翕，面罩皮啥？面罩皮讲要甲因阿个翕要死啊！你讲是爱人人都心情恶杂啊，客人都无话呢。木电影前后拢整两个女啊，啊甲我讲，迄毋是迄无开电火无注意要去变出口条啊，拢口头上个食啦，后壁哭了呢，即着分明着妄语嘛。啊到尾医生讲，啊甲你讲即嘛无好，只是受怕个啦。哦，为着咱为着讲哦，即为着无认输哦，啊为着要有志气，咱甲伊推咧。结果大个换细，木到尾安尼哦，两败俱伤。因翁个脚只饼哦，用刀仔刣一空啊。天朝三寸，是三寸，朝将近七八点。迄拍足残忍个呢，迄伫阮隔壁吼，啊食饱无代志，两阿母冤家。啊，我看阿母冤家，我看真济啊，所以我惊了，我毋敢娶某啊，这不得了啊！所以佛经讲，一定个买，就是一定个善根人，伊毋免经过娶某风。热情冲冲，会当觉悟人，开快就开悟人，就醒人，迄一定个买啊！啊，若讲哦，一定买看人个冤家相拍，伊讲，爱是拍啥物意思呀？意思讲伊无经验着，一定着爱讲经过阶段个人，这是一定个买啦。咱注意，毋知第几顶买呢？家己想看卖下。咱这看鬼会着，这跟这业识有关系滴啊！这个业识，我时常作为一个足庄严、足容易体会会到的道理呢，作为啊，互注意了解。譬如讲，咱去看花市啦，哦，三台电视，你啪一声，花市的频道呢就接通啊。要看这中视，啪一声，喂，接通啊。要看台视，啪一声，佮接通啊。频道，今麦讲叫频道，频率啦。哎、欸，你看鬼会着？哎、欸，咱个频率袂着啊！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差两寸个呢。啊，看一下，哎、欸，伤远去。频道啊，这频率袂合。因咱人分明是人个法界啊，鬼有鬼法界，袂合。虽然同这空间，可是伊这个空间伊这频道无共款，就是无共款个业识，因此无法度感召。所以为安怎咱讲念佛念到见佛见会着，有一句名词啊，叫做感应道交啊，感应道交。咱即摆是凡夫道，要如何见佛见会着啊？无共款的频道，无共款的业识，因为佛的心是清净，凡夫的心是误会不清净啊。这个不清净的心，因能见着清净的心呢？虽然见佛、见鬼、见神，拢同款这意思。所以呢，我在这个所在，就要来注意讲一个事实。在这个过去啊，有一个运将，就是西德林家的这个司机啦。伊人是台东载人客过，要倒转来，空车要转来就丢了。这人伊真欢喜，哦，赚一寡钱要转来呢。拄来到迄个
太麻利的所在。伊看到一个穿粉红色的族人啊，下头是阿那多珠啦，就甲伊招手，甲伊。然后这个运将呢，讲哦，啊康车佫有通载人，安尼佫会当判一条哩。然后拍方向灯，车停路边呢，准将这个女性互伊上车。一路上呢，这个、人加在真君子啊，无出问题啊。然后呢，伊准哪哪开车，就哪甲咩女性讲话，伊嘛甲咪讲话。啊，讲话当中呢，并无有啥物异样发生啊。你就知影，伫台东甲屏东的交界，迄些上悬的所在，一边就是台东，一边屏东啊，是分水岭的所在，开始落架。迄落架当中啊，你就知影，迄路是弯弯翘翘啊，路无介宽咧，正发生事故。啊，随着这个弯弯翘翘，车队弯弯翘翘一路呀，一路拢无停车。然后呢，伫台东开来甲这个凤港，凤港就是要弯去恒春迄个交叉路口呀。查甫囡仔有面子，面子就急急要修改，要修边就对啦。那么迄个时阵，伊阵停伫路边呢，甲小姐讲。讲小姐，麻烦你站车顶等我吼、哦、五分钟，我要方便一下呢。那么在这个时阵啊，并无有听到这个后边这个小姐呢有反应，伊种感觉怪怪的呢。你那歪头过看呢，啊，人都无去啊。原来到底啥物时阵无去呢？这就无人知影。可是，在一路当中，并无呢，所谓来停车，为安怎伊时速保持到30至60的时速？竟然难道做那跳车吗？无可能，跳车伊有一个照后镜，伊看得到啊。在不知不觉当中呢，伊回头看，哎呦，真无去啦！伊本来准备走去迄个红港迄厕所要小解，结果准先放，裤底准一包淡漉漉。咱拍到伫个方向盘咧，晕倒半点钟。所以讲，加在着这个运将本身，伊世间人讲一句话，无消鸟啦。那假使讲起一个邪念，有可能会受这个女性产生一款邪术，伊个鬼啊，伊就是鬼啊。这个答案就是鬼啊，再有鬼啊。啊，结果安怎？加在呢，甲裤底一包淡淡尔。因为伊本身并无对这女性朋友呢产生有非常的心，到尾呢，伊阵啊，正个是讲，哦，实在呢，伊愈想这件代志愈惊，伊曾经来讲堂捌甲我讲过，所以讲呢，伊住迄边了后，伊在女性朋友尤其啊看怪怪，伊就拢心肝有一个疑感，伊讲我怎么足少去载女性呢？我是安怎？啊，都迄边了，都会惊伊咧。所以讲，咱注意啊，你若平常时多念阿弥陀佛，还是大悲咒，你应该嘛做好。大悲咒，大悲咒能够驱魔啊，力量很大。哎，念佛号，念佛号都好，绝对不会有问题。无你啊，开空车有阵时无代无就扑一公出来吼，你裤底准三包，都加三杯。咱平常时多念佛的时，决定注意。佛祖会加庇，但这所在要甲注意讲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呢，伫个经典有讲，咱来多念阿弥陀佛的圣号，有二十五位的菩萨摩诃萨呢，伊就会呢运行，甲恁保护掉哩。咱有阵伫福报中，你唔知影，那世间人讲的佛菩萨保庇咱，咱不知不觉啊，保庇咱唔知啊，真济啊。所以讲呢，咱平常时多念佛号啊，咱呢会作些弘扬化解的所在。过去我在小的时，阮老菩萨伊就加减有看到佛法啊。哦，啊，那伊有一处讲，咱人啊真暗路，讲到坎卡走呢啦。因为坎卡走伊个梦生的乌巴鸡歹物啊，伊看到咱会闪避。啊，过这街头巷尾较暗的巷仔呢，
你著爱砍骹扫呢。意思讲砍一骹扫哦，伊个鬼就劈开啦，袂互你看着，两个拢袂惊着。那么在迄个时阵呢，阮老爸啊甲我讲呢，讲哦，啊，阮兜吼伫即边行迄边巷仔过吼，最无将近到150公尺，阮即边啊砍骹扫砍到遐过，等下久啊，我呢唔对呢，我到尾有听一法师讲。讲哦，迄阵我未出家了。张正坤，你唔通用砍骹扫，砍骨的下骨去啊！哦，下骨唔要安怎？你改念阿弥陀，佫有唱的啊！哦，还佫有你哦！你唱啊！哦，南无阿弥陀，哦，佮安怎念拢可以。我同哦，啊，我同用个砍骹扫转过念阿弥陀佛，还佫庄严佫好听哩咧！啊，佛幽冥界佫得利益咧！这个名扬两利啊，名扬两利啊。所以注意，若行暗路，我是奉劝咱注意爱多念佛号。这是如本作圣训讲你听。过来一个公案，伫屏东，咱就知影。过去叫中央戏院，即马改做叫做国宾戏院。伊过去为安怎改国宾呢？因为过去发生一件代志，内底闹鬼。那么本身的那间戏院内底啊，盖深经，啊有一个乌里桑，伊啉一挂米酒吼，人爱灰灰啊灰灰啊，啊然后呢，要去便所，改一个去，因为经过一个巷啊，暗暗，在迄个时阵呢，拄一个女鬼啊，汹涌闪劈袂鬼呢，伊阵以最快速度面阵向壁倒，这个乌里桑呢，伊阵本身啊。等心起一个无正常的邪念个，咱答话伊讲，小姐你太无去看电影，啊你即马家己踮遮会想孤单未？人世间人讲就是要人亏啦。啊你阵个迄组呐，一句话都无讲，面相变动，因为歹运伊闪袂开嘛。伊阁讲，小姐你会介无聊未啦？迄人我来讲哦，我足无聊嘞，可是我都毋是伊嘞。那么迄个时阵啊，伊阁问讲，哎，啊电影看了，咱来去食宵夜好唔好？好、哦，得寸进尺就对啦。到尾呢，伊甲问到七八句，小姐拢总伊认为讲啊，我不信，我相片袂开啊，相片袂开，互你看了。那么这个乌里桑伊继续阁甲对问，啊，阁讲讲，小姐，无你面换过来看卖一下好唔好？伊阁点点唔讲，啊不要紧啦，即无人伫遮。啊，到尾呢，伊阵用手哦，伸去要甲头壳甲划落过呢啦。当伊手伸出还袂去转的时，伊头壳自然转过呢。看一个尔，我忽然爱都袂爱啊！即只阵哦，阵失去，然后失魂去就对啦，魂魄飞散呢，骂骂叫呢，七孔流血啊！伊阵用白用扛呢，呜啊！进来滴人讲是去发生什么代志啦？但这样哀告袂讲话啊，干你爱哩哭，哩爱哩哭，伊就白白甲因兜转。伊讲足寒足寒，因妈妈呢，吼、哦，因太太用个面罩被甲盖，盖三四领都未烧，都是未烧。寒成起畏寒呢，面罩被盖三四领未烧。到尾迄夜当中两三点钟往生去。这件代志传遍了屏东了，无偌久就关门去。所以注意啊，注意，这个鬼到底有存在无？确实有存在。这个看会到未到，跟咱因缘有关系啦。你缘，咱《华严经》讲了一句话说：“假使百千劫，啊、哦，因缘会使果报还自受啊。卡数八千劫。”所做业不忘呢，因缘会无时啊，果报还自受啊。你过去所做恶业，因缘若去哦，拄着呢，呛着，伊就爆发啦，现前啊。所以做了因，因缘无无了，未报应，就是无了。啊，我阿法业障现前，我业障现前，就是这道理。佮最后佮讲一个公案互注意听，有一个。美容院啊，这个美容院一个小姐，
伊就是结共吼美容化妆嘛，拢新娘啦，然后本身要嫁娶，伊就去化妆，这是真出名，是高雄遐，咱歹势甲指定名出来，是到伊来找我麻烦。原来这化妆就化了鬼啊！那么这个化妆的当中呢，伊就讲这组呢生成阿那肚子真庄严，这古怪鬼吼，只有听一般讲拢是水较济。那么本身呢，伊就入去要化妆，讲我明仔载吼，我要结婚啦。这人从来都毋捌看过，可是相貌非常的靓丽啊。那么迄时阵呢，迄人计化妆伊面啦，讲古怪小姐，为安怎？为安怎你面顶自己啊？伊讲啊，都拄啊吼，我伫个装卡要来时，骑车吼吹着风啦。啊，搁望个手，哎呦，啊你手才真奇奇，讲无，啊我手就刚才吹着风，我穿短䊏啊。伊有法度甲你应对哦，啊，但是迄个老板娘本身自己就感觉讲不大对劲，但是说不出一点所以然的呢，讲袂出为安怎，伊竟然总是怪怪，啊讲袂出来。然后就化妆完的时阵啊，讲我就是明仔载要结婚啦。大家先去小小的点缀，小化妆一下，哦。那么话一讲完，只准交予这个老板娘，伊跋脚就要离开。等到迄暝，大家到九点半要十点要打烊，要休困来。讲迄老板娘，迄拖甲拍开一看，哎呦，啊银纸一摆，银纸一摆啊，注意啊！咱附近有讲，伊鬼道众生的变化，鬼道众生的变化，神道众生的变化，佛菩萨的变化，地界的变化。然后伊拍开看，哎呦，我抽屉内底唔是只新台票，而是这个银票啊，银纸啊，银纸。这无外久，准迄条街当中呢，准风声起来，迄间店面无外久关门起来。这头家唔敢化妆，惊着咧。还佫有一个菩萨本身开客运车，开这客运车当中，讲一遍经过屏东里港。咱大家知影屏东里港，里港迄条大路有名叫做关叉路。为安怎叫做关叉路？因迄条路真直真长啊，因为车开紧，常常发生车祸。常常发生车祸的当中呢，就变成讲路边时常放棺材一区一区啦，所以条路叫做棺材路呢。有一个运将，伊甲我讲，讲伊本身也曾经伫条路当中食过亏啊。讲你讲我听看卖咧，原来讲迄条路呢，讲亏亏亏，变了直直咯，啊亏到最后，迄条路煞断车去啦，两个交叉路断车去。伊汹涌心内无主，吼，啊两条路是要一对条路去，也无只失败，但是要刹车都未有啊，保持平均超90的时速。啊，阵万一正出面过，未得啦。迄条路就是轨道众生所变化，阵开开溪坎平落去，伫个道路边迄个田啊落去，加载无发生人命，但是人爬起来呢，规身骨拢落无满。在大路当中，去发车，讲发救命呢，海边一只计程车看到也着钱，惊转撞撞落去。因为前规身骨翻乌去咧，本来穿破的，啊过路公安爬起来了，哎、欸、变乌的，哎呦，迄时阵要闹呛死啦！伊惊一个第二台计程车累累落去。所以讲，这个问题我袂注意讲，佛经讲，伊这个轨道的众生会变化，会变去境界，你看哦，啊，作是幻境，作是幻境。啊！你无抓到事实，抓到幻境，有可能你业障浮起了后，会在迄状况发生事故。所以咱正念佛的人，会欠少真济在旅游在这所在。所以万安注意呢，平常时奉劝多念阿弥陀的圣号。还佫真济公案，因为时间已经到，吼、哦，然后你明仔载再过来讲，明仔载会佫愈精彩。哦，啊，我意思就是讲，注意，咱在修道过程当中，
心若存有善念，莫有邪念，诶，当中呢会感召护法善行的护法，天龙八部的护持。那么如果呢，你的心若一念邪念，起了无正常的非念呢，有可能感召呢来万亲借助的卡过来。有关这点呢，万要注意，爱慎重，爱注意，因为时间已经到。那么如本讲到这，过一段路。那么真感谢了咱台南县县议员郭瑞然菩萨呢，啊，伊叫咱真侪贵宾啊莅临发挥，那么使得咱这个发挥带来无比的光辉啊，精彩无量。那么时间到，咱一眼讲到这呢。明仔载呢，同一时间再会吼。咱来回向一下吼，来回向，好来大家正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部心，同生极乐国。啊，祝大家法力充满，明天再会吼。